硬不下了的，硬不下都很屌了。顶级选手，你妈职业哥碰了他，职业哥碰了硬普都打不过。妈硬普的滑板鞋，妈十把球 C 九把，这把必须搞下路。大家喜欢主播的不要吝啬你们免费的虎粮哦，有条件的话可以换一块钱办个办卡支持一下主播，谢谢兄弟。漂亮，刚说十把十九把，下路就被杀了，好就被宰了，总得骚扰一下，不要让跑，不要让对面阿克上太舒服。阿上是一个典型的前中期游走英雄，你如果不管他的话，他就跟蓝刀一样恶心，一直很烦你。这个 W 得留一下，妈很多逼，很多逼赌运气小子喜欢来恶心你一下。我看到不太流畅，我就直接，阿克上下流。那这样的话，我们去吃上颗线，下颗线不要了。这波十秒，一分钟内管不了下路。当然也可以直接过来给黄毛鞋单杀了。我们是有个四级的兄弟。可以过来收他一点。有闪吗？拉闭了，上颗线。我没机会，下课就没有啊，不用去了。看一眼这个核心，心态崩了，硬扑上。这波很显然硬普闪心态崩了，兄弟们，这把我们换出装裸个亵渎吧。上次血量有点小尬呀，不过还好这末日没什么蓝量，我再往上靠。兄弟坏了，没买遗书，来得有点慢。我操，再 Q 一下死了呀，没啥办法。哎，有办法了，嘿嘿，舒服，美哉，没影儿，我这边小手一抖，人头到手，对面 ADC 没踩线，七 AD 都给你点了，漂亮，硬普真心态崩了，兄弟们，普普心态崩了，真心态崩了，一般硬普真的不会崩了。这波连续死亡，估计心态崩了。只能说这把还了一把暴虐，还了一把发条的把分还给我了，还行。不再留恋，哦。第一次遇见一面，日出你的脸，什么的故事好想了解，我感觉我懂你的特别，哎，感觉不好搞啊，兄弟，别，别他妈原地开大招，给我们两个宰了，回去会不会也怪得了？脚不碎，脚不也怪碎，不是小子，兄弟，你他喵！老子都怕你还不怕，直接被宰了。完了，下了这个 DP， 操！老子去慢呢，裂开！老子来慢呢，哇！下路不裂大的，上路是杂毛。
放管他。老子这波闹大了，真的被个逼搞死了，被这逼永恩，哇，好逼气呀，兄弟！真被这逼永恩搞死了。难怪没打死，打谁？我们东往下跑，你别来，你去中啊。他跑来，我们下路保护一下。这波有红的，先看这边没眼，没眼先吃红。给队点信号，红狼不见了。好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，我们先把红打了。下路我们确实得保的，我这么帅路线并不好，因为我上野区空房，为了吃下路这波兵，下路上路空房，好像能杀哎，哎呦，我被阴了，这个地方应该没眼了，被标到了。哎，我在看下路，完了，这波大节奏。啊！六级同装备被秒了，有点吓人了。操！没办法，他妈这版本的野区其实都是这样，要不是个盲僧，我估计也会被秒。是贱吗？这转个 B 屏幕人没了，这波大节奏，本来我们人下路他妈收割了，被暴林了。看看咋整吧，这上路已经废了，打废了已经。不过没关系，他这波死了也意味着这个末日没啥招了。别往下跑啊，在我这。算了，我们不在下，不在上路带，还是往下跑。阿克上次不能隐身。试一试。用不着了，来点慢，我的血量到了四，我要死，挡！确实不妙了，是吧？往后拉一点。靠！本来对面下路被打爆了的，东西毒吧。老子死人吃，我们想蹲一波。哎呦，人家中心来了，他在靠，能顶吗？别卖呀！为什么？在干嘛呀？早来不早杀了。哦，兄弟，早来早杀了，我操！还在这拉扯，巴德会出来，我们这不团流？这边的阵容，感觉啥鞋都一样。直接准备小龙吧，这个兽人直接来小龙。
而且暴力这波没闪现，然后阿克上好像没闪现，全技能全叫，看这波能不能来波大的，好吧，就看这个末日踢哪。这波团并不是看他们下路怎么说，而是看这个末日怎么说。只要这个末日不来，或者是位置不好，那我们这波就有了。末日秒，漂亮。他龙被偷了，到这一看。小夹子，龙追。可惜龙被他偷了，这暴力他不先动手直接打龙了吗？刚好龙这边没有眼，暴力他妈视野也不做，人也不看，真眼都没买，就把龙偷了。好在这边让他云里雾里给他打龙，给他给他蹲巴德呢。寻思咱们得博弈一下吧，不博弈干。对面这把阵容还行，我们直接全穿甲盾。吓老子一跳，啥东西丢过来了，被挂虚弱了，这个虚弱非常难受。巴德怎么说，被晕没说法，别过来，别上别上，冷静，对对对，冷静，对对对，就试探一下，杀就杀，杀不了杀不了无所谓，这把我这个出装还可以买，还可以买夜之风刃，很稳健的，只要把节奏稳住，这把加分。这个节奏稳着点搞，直接加分。有没有一种可能，他要他们家的直接开大？兄弟，我来了。呼叫你帕布罗思密达。先锋日一条，捡个被动 ，A 个果实回来打先锋。看到他们暴雨了，跟丢点信号，小心别打这波。我要吃小龙，我要吃这个先锋。糟糕，下路有说法，对面四只，四只别拿了，哎，还去，兄弟太装了，怎么办？能应对吗？还行，换一个也还算能接受。上路感觉被末日太大了，阿克上没弹，这波我们直接吃完野区。看一下暴力装备，暴力装备并没有什么护甲，那么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隐身过来有人头吃，打不挡标，倒贴开，还坐路，不太妙喽。他推的棒，哎，算了算了。别追别追别追，我这波只想吃了一块回家买装备。别打别打，我们得稍微等等。哎，这大一刀有点小 bug， 他有时候总是不打人，你知道吧？我们这个装备买什么？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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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先锋安出去了，完了，我不要给他先锋了，切出去。OK， 还行，我刚点一下先锋，差点给他放出去。把鼠标一松，这先锋就放出去了。哎，救一下！这边应该是有眼的。不敢上。
屌，这么屌，你妈妈知道不？大克上没闪，小龙要好了，要不我们直接毙。过来就是一个海妖暴击，差点给主播拿下了。小龙，但是这个小龙我没打招，他们末日也买 TP。兄弟，第三条小龙，我的评价是你他妈不来，你不来老子要骂人了，所以是必须得来，不来我真要骂人了。我打到二十秒钟，稍微等到20秒钟，不要直接开，我打到忙了。隐身过来。好漂亮，龙拿到就很舒服。然后这个先锋的话我们看一手啊，不着急，这把宝最好不要抓这个末日，这末日感觉 没什么一直好抓，阿克上就好抓，你抓阿克上我有机会单杀的。往上走，他没闪的，我 Q 单打中，没扯伤了，哎，妈逼，幽默把他们，哎，我还以为他这个门失误了，兄弟们。他为什么做门做一半下来了？我以为他是 一厘米门，第四血还行。哇，不是老子上老子中这个门的当了，兄弟们，我以为他这个门撞墙了，你们知道吗？就是这门一短的门，但他为什么又突然又过去了？哎，这不奇了怪了吗？1000块钱，这谁？阿克桑。哎呦，那这一枪感觉有很多小兵。哦呦，可以可以可以。那感觉这个枪没小兵，真的半血交代在这了。二张大招，如果你没小兵的话，伤特别高了，直接打真伤吧我们。这把感觉拿到小龙之后，这把就加分了。可以直接打真伤了。也可以来个射击者打针吧，先放直接放。巴德败血，看那边护甲分布啊，主要是末日有一个近身，别人没什么护甲，其他人。哎，隐身过来抓巴德。好多眼，别慌，慢慢来，我们还是先抓巴德，先抓这边的，可能有眼啊，拆掉啊，不是，不是阿克桑，阿克桑他妈不见了，那是得小龙，哎，慢慢来，不要慌。哎，果然就是阿克桑。漂亮，只能说跟那个蓝城配合的真好。五个，我来了，兄弟，这不能送还好，李大胆，但这边有眼的。何止能恐惧，他吸不出来，先往后拉死，给牛 Q。
好点。对面没什么护甲，我先买个收集者观望一下，看要不要出点暴击再换上。对面没什么护甲，我们看要不要来点小暴击，增加点上限，还是说直接打真伤？因为我现在79点护穿，你看见没有？这是非常夸张的，连的 ADC 护甲，我、看我们 ADC 护甲吧。这现在的 ADC 护甲只有70点，兄弟们，看见没有？相当于这个时候我打对面脆皮全真伤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我需要再买刀三甲。就我现在的物理伤害打对面真伤了，包括这个战士他也只有80点护甲，看见没有？就对面这种妥妥的全是真伤，还是上呢？77，看见没有？全真伤，没有一个人能不是真伤的，配合这个 Q 技能的九点真伤，九点穿甲相当于真伤。这边有眼，但是真伤也没那么难用，不抢，没被吃到，主要是没被吃到，被吃到的话其实有用。小龙直接打，没被吃到，这波可惜这小子胆这边大，这只是走过来了，不犹豫了。小龙先不打，大龙先不打，咱慢慢来。所以赌个暴击最好，增加一下我的上限。还是要买大穿甲，我们直接买这个中双穿甲，这边这龙并不弱。我这边应该有眼，末日有金身。应该大概可能有眼吧，一个人都没有吗？怎么一个人都没有？借弓来试下伤害，追不上，你离死亡只有1厘米。直接打了，他们末日不在我们这边，我们就打。末日在的话就别打，不在我们直接开龙，没人管我啊。来打来打，我打太快了。这草丛里是个末日吗？不是。难怪这么难打了，对面他妈，对面他妈一直是五个人，我们他妈逼这个逼永恩一直搁在线，就可以说是两耳不闻窗外事，一心只读圣贤书了，真的。差1000，这波吃完，我们再把野区吃一下。我留刀圣甲给我。哎，这波野区吃一波，我们就够钱够3000了。这把对面没什么生命值，那我们肯定是直接买重伤刀圣甲。来个无尽怎么样？这没有护甲，肯定得买无尽啊！兄弟，买无尽，我感觉还不如买线刀。完了。得先走，他 W 反我也行。得下个 Q， 他怎么是不在这里吗？造伤害不够，爆发还确实不太高，兄弟们都够发神装的人了。
折腾给他。亏我这这么高的面板，兄弟们，加上这个的九点护穿，我现在起码我在去过去的时候有89点护穿，兄弟，89点护穿什么概念啊？哎，可以，科皮红牛，460点攻击力，等我换一个，等会儿买个移速装备吧，来个这个。火炮最好，火炮加攻击力，来个火炮7%，这10%就火炮吧，火炮能多100伤害，来个火炮加点暴击子吧，刚好等小龙出荒。我一般来讲的话，这2000血我他应该不能还手了。骸骨渡城，骸骨渡城也就讲打200点血，倒打不了多少。走去队友那边，小心点，好黑啊！拉下！这就是主播的杀口，韩服王者局24刷，这就是爆杀。